六页哦，你们猜，给我几分钟。我拿到剧本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可丽姐，我们等一下十分钟要录影，十分钟。”赵强要跟我们笑。志成一页、两页、三页、四页、五页、六页，六页哦，就是我跟老夫人、跟我的儿子、跟志成、跟雅慧他们在同一个餐厅包厢里的那一场。你们猜，给我几分钟？我拿到剧本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可丽姐，我们等一下十分钟要录影，十分钟。”哦。你们应该有看那场戏吧？那场戏都是我在骂人。我看你吼、哦，头壳去弄掉了，个性拢变啦，讲话拢无大无小吼。可能是受到你的影响啦。啊，自从我头壳弄掉以后，我整个人袂输得到你的真传呢。啊，跳舞、唱歌真内行，骂人吼嘛下下叫。我想啦，应该甲较早，互你骂过有阴影，才会安尼啦。阿嬤，阿阮阿姨私底下讲话袂输机关枪的，你应该知哈。来，我这个人吼，以后拢真讲道理啦。人若对我好，我就对伊好；人若跟我五四三，我嘛袂甲伊啰嗦。机关枪摕起来就直接甲扫啊，应该是顾忘扫，没关系吼。周慧，嘉玲是咧甲你讲生笑，恁旁放伫心内。伊的话吼，我嘛是听听的尔。我若藏在心肝内哦，万不离心中病若发作，我要找谁吐啊？阿妈，我来。哎，妈。阿不离妈。你两个那边我看我。阮拄只在讲一挂身上的代志，无注意到时间，你莫生气啊。那么等一下，你饭拢吃不落去啊？嘉玲，照顾我看啊！恭喜你哦，要结婚啊！等你办条啊，好啊！哇，志成甲少强，恁两个拢大汉啊呢！久无看诶，娶某诶娶某，啊无娶某诶，嘛准备要娶哦。周玲，我甲曹凤才拄交往尔，偷偷来啦。啊，人拢到啊！雅慧，你去厨房出菜。哎，等等，少峰无要来？少峰咧无闲啦，伊最近吼较无参加业界活动啦。哦，应该毋是因为我要甲伊当处长的委婉掉，所以无愿意来。少峰有闲过去啦，应该面对的，伊绝对袂闪避。总饭店的代志吼。我会甲志雄、志雄甲小峰。好嘞，阿妈这甲我讲嘛是浪费时间啦。好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讲嘛是浪费时间啦。那真正要讨论饭店的代志，我会先甲志雄、甲小峰讨论过，再找时间跟参详。对啦，小峰，阿你甲……那等一下，你两个拢无少年啦，两个啦。你两个都不笑脸。好了，现在从头话哦，要不搞你啊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再见。啊，你两个都不笑脸啊？若是有互相有意爱，就肯定电话啊，对吧？我们当夫人。嗯，是啊。这样，走。啊，你今仔日甲志成、少峰放假。啊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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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去啊。小龙，阿你跟少强还有志成，讲听呐，有咩合作无？不谈这些，再帮我讲。就是说往前坐一点，我不知道明天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小康，你坐，你坐。快点，快点，是我在。那今天在，一到盖以前，他们要买这个冰盒，我叫你去。你有啥物当我思考的呀？你有这个机会，会当跟志成同齐合作，一起领财呢？这是最难得的啊！还在思考啥？还佫有啊，你甲少强斗三工，这哦对你姐姐来讲，伊的未来是最有保障的呢。什么？有机会就参与。有机会就来参与。姐有机会来参与。好，来五，有保障。三二，有机会就来参与。安尼，咱甲业界感情，或者业界缘分，哈。再讲哈，有来参与，有机会来参与。来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有机会就来参与。哎，咱个业界缘分，这个你也要去。那过天了，资金就要紧来到位，卖耽误了大家计划。好。我知。阿妈帮我接信用贷啦，信用贷。来，信用贷。来，我们现在大家好，我要你这两个，所以你们帮我顺势坐过来，他们借这一片。转，打我们这一阿妈来，太强了，厉害了，好强哦，好强，这样。